这样子的哈，你像在在爱中各自有翅膀，在爱好来可以能记前后吗？记清楚吗？再预备，一二来。在爱中各自有翅膀。对，好了，来为你数一秒，盖着套子那块哈。远远的上来，远处爱来浇灌我，在爱中各自有翅膀。没有，就他背分写。你也没有。我你基本马上无了，这样子的这。来，想不要能够就三个四五表的话哈，三个四五表三，第三表第四表是看不看哈？第三五表，我预备上来。我已经不在你中，完全你爱上。愿主爱来浇灌我，爱中能自由释放。OK， 好，明白哈？这个真的稍微有技巧。然后后礼拜要唱一遍，那后礼拜跟顶礼拜练的迄首结赛，因为下个礼拜就复活节。今年真奇怪过啊！阿妹，阿妹，咱今麦来唱礼拜，爱过唱。大家都有听过吗？好，咱来念那个大风诗。亚洲真正四个话。Hello， 欢迎哦，咱进入那个王者的礼拜。所以咱这个月所练的诗歌拢是甲各话题有关的，所以拢甲四个话啊，是十四个题拢有关的吼。包括咱今仔日练的迄个诗歌，咱后面后礼拜咱要搁献一遍，有练的人一定爱过来吼。后来咱来练104首，亚索真正四个话，咱继续来练吼，来未来？亚索真正四个话。第三百115首。
是离界点耶稣受定死，在我们的周报里面。好，一一五首。啊，对面进来兄弟，大家一波平安，啊，一波真欢喜哦，落雨落几日子啦，啊，一波要礼拜怎么平安啊？啊，有信心哦，平到咱礼拜所。传达咱的信念，在咱周报的第一篇，将咱三个做伙来看。咱的信念，人啊，一万支持你，下面是好，老花爱你下面，狗狗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强逼甲你的上帝三甲名，比甲是六九八十。咱来念圣诗，圣诗一百空四首，耶稣真正死过我，才能起立来念全诗。
请百年感谢甲和乐来到伫你的面前，因为你就是阮徛起的城市，阮徛起的家乡，有你美好的子女，予阮伫台中这个所在来领受你的慈恩。特别，你要呼召全世界无同款的族群、无同款的民族、无同款的人群，三个来组织。站起在这个所在，也受你对天来的稳定满满，阮大声拜你感谢，到伫你的面前。即几款的天气有落济济的雨，唔过，这就是阮土地顶头所需要的润泽。通过对天来的雨水，润泽阮的土地，来生长济济的农作物，有其地面上所有。也才会需要的啦，感谢非常的你美好的志，我若要为着台湾这个土地拜的感谢，因为你的慈恩，我来台湾通过正人民的选择，有选择新的总统做总统，你要再来一次，你紧紧就要来就职，要来。照上帝你的旨意来引导阮台湾，要再来的日子，让阮的百姓会当领受你的恩赐，领受你美好的听着阮的中间，改变阮台湾的社会，让阮的国家搁较有希望，阮的国家搁较会用认捌你，是因为你通过各项的努力，让阮来进入你所喜欢的国度。亲爱的上帝，我拜的都落在你的面前，我们百姓的姐姐的声音会当通过这个社会来传达，我们更加会晓他们认捌你的公义，我们更加通会晓运用你的帮助，我们在这个社会会当将你的好的旨意来传达，我更加多人通认捌你。亲爱的上帝，我感谢你，因为我真侪你所精选的家人，有份在你的创造，有份在你所安排的所在。亲爱的上帝，我嘛非常感谢有你美好之意，来开放台中港这个所在，让我伫广阔的所在，会当一只宣扬悲上帝你对天而来的真理，有你对天而来的阻碍在我的中间，来帮助我解决人。亲爱的上帝，你也通过我的救主耶稣将福音施乐在这个所在，我既然有耳孔的都可以听到你对天而来的真理在我的中间，我也很欢喜有多多的好朋友在这个时可以听到这个礼拜
是对上帝你来的好旨意。台面带网站阮，要来头前的路站，予阮搁较会晓，因为你会听，来学习三听，因为你会听，来学习要怎样伫阮徛起的环境，会晓谦卑，嘛会晓用听，予人群的中间互相来相学习。亲爱的上帝，我要将下晡礼拜时间恭敬交托伫你的手里，愿你的神降临伫我的中间，运行引带，我会礼拜在心先安尼拜礼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啊，这个是咱来读一段的经文，就是记载伫罗马书十二章，咱要读一节到二节。啊，我来用台语来读哈，以后华文的才能够大家来看。圣经记载，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劝你替家己的身躯做证，是我的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服侍，无得甲这世间相同款，要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我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转的旨意。这是俄罗，而且是我对来赞美。
最新鲜的时间哈，啊，要将下面时间，哦，我看到，啊，伊个题目是《艺术动人的山》，动人的时间，我听不懂台语，但是我相信大家可以听得懂我讲的国语，是吗？华语，感谢主，华语，感谢主。嗯，今天我来到台湾，来到这个教会，这是我第一次在露天进行主日的讲道，所以来到这个教会，我真的是感到神的神迹在我们的中间，我又更特别的感觉到，台湾是一个自由的国度。这个土地是一片自由的土地，因为我们可以在露天，在公园里这样大声的敬拜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你们感谢赞美主。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题也和自由有关。我是出生在中国大陆，后来到了美国，然后呢现在又经常来访台湾。比较这三个地方最大的区别，不管经济不管文化，我感觉到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自由。因为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有很多的不自由，有的朋友到了中国去的第二天就发现自己的电脑坏了，他讲为什么我平常上的四个网站都不能上， Google 不能上，对不对？ Gmail 不能上， YouTube 不能上，Facebook 不能上，然后他就以为自己的电脑坏了，其实他的电脑没有坏，只是在中国这四个网站都是被禁止上的。所以我们在中国有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讲，有很多恐惧，有很多不自由。但是我们来到台湾，再来到美国，我们已经有了免除恐惧的自由，对不对？我们现在在台湾这片自由的国土上，我们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言论，可以自由地敬拜我们的上帝，感谢主。圣经中有一句话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所以我们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当我们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认识到人的本相，认识到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并没有完全体会到耶稣基督所在圣经中应许的那个自由，说若神的儿子让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为什么呢？因为一片自由的土地，生活在一片自由的土地上并不代表着就可以过自由的生活，是不是？生活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自由的国度，并不代表着我们就可以过完全自由的生活。因为真正的不自由绝对不是行动上的不自由，绝对不是思想上的不自由，乃是灵魂上的不自由。所以神说，若耶稣基督的儿子让你们自由，你们就真得自由。可是当我们认识了真理，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还会常常感觉到自己好像也还是很不自由，对不对？我们的身体一天天衰老，我们会生病，我们的家人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困扰，我们想做的事情似乎并没有完完全全的自由的去做，我们的理想好像也会受到很多的限制。这是为什么？难道上帝所说的因真理得自由不是真的吗？不，神的话语每一句话都会应许。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神所应许的自由，我们就要在圣经中来寻找原因。
关于自由有一个悖论，我们人认为自由就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不对？这个是我们认为的自由，就是我的生活我来做主，这个叫自由。可是圣经中的自由却不是这个自由。大家有没有看过属灵的四个原则，有一个小册子是吧，他是在给传福音的时候讲到，他说当人自己做自己的主，自己的生活一切都围着自己的喜好来做的时候，我们人的生活常常陷入混乱和不安。一切都由我自己，我喜欢做什么做什么，不喜欢做什么不做什么的时候，生活却常常陷入混乱，陷入不安。那么另外一个相反，就是当我们把自己交托出来，交给上帝，完全为主而活，遵行主的诫命，满足主的喜悦，用人的眼光看起来似乎不自由，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却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所以今天我就想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因真理得自由，它关键的一步在于奉献自己。刚才我们读到了今天的经文，是不是罗马书？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12:1-2，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好，当我们在第一次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第一次承认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来接受主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以为这就是救恩的全部，有没有？我们很多基督徒生活常常失败，也没有做出很好的见证，在很多时候内心陷入挣扎和软弱之中，就是因为我们以为认罪悔改，然后保险洁净，到此为止就是救恩的全部。我们没有想到，在我们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之后，我们有一步非常重要的步骤没有迈出去，就是在这里保罗所讲的完全奉献自己。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他有可能一生都没有奉献自己，所以他依然是得救的基督徒，但是他却不是得胜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有生之日，也没有活出主所应许的自由和喜乐的生命，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以为现在我已经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了，那么耶稣基督的宝血也洗净了我的罪了，于是我就原地坐下了，等待着将来进入天国了。可是不是，在认罪悔改决志信主之后，我们还有一件很关键的事情，就是要奉献自己为主而活。凡是不奉献自己给神的人，都是迷失的，且常常不快乐，生活在可怜的光景之中。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为什么要奉献自己，又是怎样能够奉献自己。好，保罗所说的第一个词，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么他第一个词是所以，对不对？有所以就一定有什么因为，是不是？那么因为是什么？这句话是罗马书第12的第一句话。大家知道罗马书是非常庞大的一卷书，那么我们来看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11，整整11的内容在讲什么呢？他就在讲神为我们做了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原本是怎样的光景。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11中讲到，人人都是罪人，人人都将面临死亡，而且死后必有审判，这是我们原本的光景。大家知道吗？你们的生活阅历比我丰富很多，人生经验也比我丰富很多，可是我们在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真正快乐和自由的人，一定是不管你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你遇到的人都是愁苦的，都是孤独的，都是压力重重的。不管他的事业有多么成功，不管他的家庭有多么和美，不管他的财富有多么多，因着罗马书中所讲的真理，
的一个人，无论是他认不认识上帝，他都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有一天他将面对生命的短暂，更有一天他一定会面临未来的审判。所以不管认不认识上帝的人，他都生活在这种阴影之下。谢谢。所以我们找不到一个真正快乐和自由的人。奥古斯丁曾经说过一句话，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空洞，这个空洞不是世界上的任何东西可以填满，这个空洞唯有一天当你遇见神，耶稣基督的爱进入到你的心里，你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与自由。所以这个就是罗马书中讲到人的本相，然后罗马书前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又讲到神为我们做了什么，神为我们预备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神为挽回我们牺牲了他自己爱子的生命，然后又讲了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而死，他赦免了我们的罪，可以使我们从死亡的恐惧和罪恶的捆绑中释放出来。然后呢，罗马书一到十一章又讲了圣灵为我们做了什么，当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圣灵留下来住在每一个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的心里，他时时刻刻地陪伴我们，安慰我们，引导我们在这世上每一天的时日。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就说了，所以因为前面这种种的内容，因为我们人的本相，因为死亡的阴影，因为审判终将来到，因着这一切人的本相，神又为我们预备了他的慈爱。这句话说，所以弟兄们，下一句什么，我以神的什么慈悲劝你们。什么是神的慈悲？在这里保罗没有讲说我以神的公义劝你们，我以神的权威劝你们，我以使徒的权柄劝你们，他在这里讲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奉献自己为耶稣而活，不是因着恐惧未来的审判，不是因着害怕下地狱，不是为了将来谋得天堂的一个座位，乃是因为神爱我们，是因着爱的缘故，因着一个爱我们乃至于为我们而死的上帝的缘故，我们要将自己奉献给他。所以这个就是神的慈悲，我们是因着神的慈悲而要将自己奉献给他。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所做出来的一切为神的建立，为神的喜悦，为神的旨意的事故缘故，都是因着爱我们以至于为我们而死的耶稣基督。所以为什么奉献自己呢？第一是因为爱的缘故。好，诗篇中有几句话讲得非常的清楚，诗篇第一百一十六章中间说，主啊，你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你救了我的眼免了眼泪，你救了我的脚免了跌倒。这个就是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慈悲。我们原本生活在毫无指望的境界，但是耶稣因着为我们的死，使我们免了死亡。然后第二句话，救了我的眼免了眼泪。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不流泪，没有一个人在人生中，在某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不会受到伤痛和无力。但是耶稣基督却要救了我们的眼免了眼泪。为什么？因为我们曾经不知道如何相爱而彼此的伤害，我们曾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像一个浪子一样没有方向，我们曾经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罪恶和不公义，于是我们流泪。但是我们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伤害我们，却不知道我们也是被自己的罪恶捆绑。
但是有一天，当我们认识了耶稣的时候，我们明白了这世界的一切，我们也明白了我们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我们曾经非常的恐惧年老，恐惧疾病，恐惧意外，恐惧未知的每一天。但是当我们认识了神之后，我们了解我们生活在这地上的一切是为着什么。圣经中说，我们的肉体一天比一天的衰落，但是内心却一天是一天的更新。弟兄姐妹们，这个是我们的安慰，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是不是？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上的每一天每一年是为着什么？不是为着一步步的迈向老迈，乃是为着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像耶稣基督。真的，弟兄姐妹，今年的我们一定比去年的我们肉体更加软弱，但是我们的生命可以比去年更加的像耶稣基督，像神儿子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来问说，你的今年有没有比去年过得好，过去的一年里你过得怎么样，如果按照人的观念来说，有很多福，有很多祸，有很多生病，有很多意外，有很多衰老，有很多无奈，似乎我们没有办法一年比一年过得更好。但是在圣经里，在主的旨意里，我们一年比一年更加像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当我们来看我们每天所过的生活，看我们过去一年所经历的事件，我们不要看我们自己，我们也不要看这个社会，也不要看政团，也不要看我们的家人，我们要自己看自己，今年我们的自己，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更像耶稣基督的样式。如果今年我们的生命比去年更加的学像神的儿子，这一年就是充满祝福，充满美好的意义。这个就是神留存我们在这世界上的原因，这个也是我们人生的价值和目的。我们在信主十年二十年之后，一定要比信主一年两年的时候更加爱主，更加的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牺牲的爱，那样忍耐的爱，那样爱灵魂的爱，要在我们的身上每一年要更加的晋升。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天的意义，这个就是我们经历一切生老病死，经历一切社会变迁，但是我们的信心和盼望就在这里。直到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对神说，我经历了一生，在这一生中我每一天都更加的学像主你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盼望，这个也就是诗篇中说，你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因为你让我有永生的盼望。你救了我的眼，免了眼泪，因为我现在明白我的一切痛苦和世界上的一切罪恶乃是因为人远离了神的缘故。你救了我的脚，免于跌倒。弟兄姐妹，回想我们在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为自己设计人生的道路，我们为自己设计理想，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走在多么危险的边缘。我们就像是盲人骑瞎马，夜半铃声迟，就像一个盲人骑在一匹瞎的马上，而且行走在深渊的边缘，可是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对不对？我们兴冲冲地去设计自己的人生发达道路，其实我们不知道，若不是神的保守，我们处在怎样罪恶的捆绑，怎样痛苦的边缘，我们完完全全不知道，我们还兴冲冲地在设计自己的人生。但是就在我们背离神而不认识他，兴冲冲地跑自己罪恶之路的时候，神却救了我们，免了我们的脚，使我们的脚免于跌倒。我们感谢主。而这就是保罗说的，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因着神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因着神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奉献给神。凡是要侍奉神的人，一定是被神的爱所摸着。真的，每一位要来侍奉神的人，绝不是因为别的，一定是被神的爱所打动，
于是他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侍奉给神。大家知道保罗对不对？在圣经中，保罗被以前是逼迫基督教，当保罗被神的大光照耀，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主之后，保罗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大家记得吗？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主啊，我当做什么？”这是每一个被神的爱所摸着的人的第一正常反应，对不对？当我们认识到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说：“神啊，我当做什么？我当为你做什么？”所以，为神奉献自己不是义务，乃是一种正常的反应，乃是当神的大爱摸着我们之后一个正常的反应。许多人听到说要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就会觉得很不放心。如果我把我自己完全奉献给神了，那我以后的生活、我的保障、我的以后的这个经济会不会就没有来源？会不会以后会受很多苦？我们常常把自己奉献给那些不足以信任的人，我们把自己交托给那些会伤害我们、会欺骗我们、会背叛我们的人，有没有？我们经常把自己的心、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那不爱我们的人，可是我们却不敢把自己完全交托给那爱我们以至于为我们而死的神。其次，即使是有很爱我们的人，但是他却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人，对不对？我们将自己交给那爱我们的人，可是他也没有办法来保障我们的幸福。就像我们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免于伤害，可是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有爱没有能力。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既是爱我们的人，也是全能的神，所以我们有什么样的理由不把自己奉献给他呢？我们的一生多少次把自己交托给那些不爱我们的人，多少次把自己交托给那爱我们却只好流眼泪无能为力的人，我们却没有放心地将自己交托给那爱我们又全能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每当我们听说有人说他要把自己奉献给神，我们就说：哎呀，那他以后一定会很穷，一定会很苦，一定会很难过。错，圣经中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上帝是如此的爱我们，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之前，他就愿意为我们牺牲他的生命。所以我们当把自己交托给他，让上帝来掌管我们的命运，因他爱我们远超我们所求所想。另外还有一种错误的想法是觉得什么呢？觉得教会的传道的牧师长老执事，他们应该把自己奉献给神，他们应该背起十字架跟上帝走。那么我们这些普通的会友就不用奉献自己给神，因为大家都把奉献自己和全职侍奉化为等号。觉得什么叫奉献自己呢？就是去神学院、去教会里做工，觉得这个是奉献自己。其实不是，奉献自己乃是说将你的生命为神而活，它跟你的职业完全没有关系。圣经中保罗这里讲说：弟兄们，他是对所有信主的人而讲的。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做什么工作，无论是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应该将它奉献给神。大家知道有一个人叫劳伦斯，1000多年前的一个人，他在相信主之后，他就觉得我应该把我自己奉献给神，于是他就想去参加修道院。那个时候的修道院，对不对？那些修士就什么事情都不做，每天在那里赞美上帝。于是劳伦斯呢，他就认为他也应该这样做，他就去了。去了之后，那个修道院告诉他说：我们这里的修士已经太多了，没有名额了，但是我们这里的厨房缺一个打杂的人。那么劳伦斯想，既然我都已经来了，我不如在这里等待空缺。
于是他就在那个厨房里负责洗菜啊、烧火呀、啊、洗碗做这件事情。这样一做就做了40年。这40年中间，他无论是在洗菜、扫地、洗碗的时候，他都用祈祷的心来做。他想，我做这一切的事情，是为了让那些修士可以更加专心的敬拜主。所以他充满喜乐、平安的来做，而且他将他自己的心得写成了一本薄薄的书，叫做《与神同行》。大家知道吗？1000年过去了，那个修道院里的几千名修士，没有一个人留下任何一点点的痕迹。但是这样一个厨房里洗碗的劳伦斯，因着他那本小小的灵修笔记，祝福和造就了千千万万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奉献给神。他似乎没有能够做全职的修士、全职的教会的事工，但是因着他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为着神而做。所以我们无论是在家里做全职的妈妈、做全职的太太，还是在社区里，还是在工作中，还是在我们的朋友中间，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以做神的侍奉。大家知道什么叫做侍奉？我们平常讲到的侍奉就是讲道，对不对？讲道是侍奉，唱赞美是敬拜赞美是侍奉，在教会里施情，对不对？是侍奉，印单张、印 program 是侍奉，摆凳子啊，反正就是干活就是侍奉，对不对？可是大家知道吗？圣经中讲的侍奉绝对不是这个。侍奉是什么意思？如果神在你的身上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这就是侍奉；否则你就不是在侍奉。比如说，我现在在讲道，神在我的身上想要得着什么？大家想，神想要在一个讲道的人身上得着什么？想要得着我忠心的来侍奉神，我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我因着爱主而爱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愿意用神的话语来喂养大家，使大家更加的爱主，使大家更加的来明白神的真理。如果神在我身上得着了这个，我就是在侍奉主；如果神在我身上没有得到这个，那么我在这里就是在讲我自己的话，就是在表演，就是在演讲，我没有在侍奉神。哪怕我成为最著名的布道家，哪怕我成为教皇，我都没有在侍奉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在家中做妈妈、做奶奶，你在家中做丈夫、做妻子，你在你的社区中负责一定的工作，你要想上帝在你的身上要得着什么。比如说我们刚才在敬拜赞美的各位弟兄姐妹，当你们在唱歌的时候，在教会敬拜赞美的时候，你们要想神在我的身上要得着什么。要得着我用我的口、用我的歌声来敬拜赞美主，用我的歌声来引导弟兄姐妹们进入崇拜的气氛，用我的歌声使我们的教会的赞美祷告上达到神的面前，这是圣洁的，这是美好的。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不管我们五音不全也好，我们准备不周也好，我们有这样的心思，神在我们身上得到了这样忠心，我们就是在侍奉。否则我们打扮很漂亮，高音也很华丽，阵容也很强大，声光电什么都有，我们没有在侍奉神。因为耶稣在我们身上没有得着他要得着的东西。所以我们每一天，当我们和朋友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想，我现在似乎是在侍奉神，对吧？但是在这个工作上，神要在我身上得着什么？神要在我身上得着，我必须，我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必须让我的全家人都是基督徒吗？还是得着说，我传福音你就必须得听我的，我讲什么你就必须把你讲赢？不是，神在我们身上得着的是，因着上帝曾经召我们从黑暗入光明，因着我们知道被罪所捆绑的生活是何等的痛苦，我们爱我们的家人的灵魂，我们愿意来向他们见证我们的上帝，我们因着爱他们的灵魂，愿意救他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如果这样子做，哪怕
你一生从来都没有带一个人信主，你是在侍奉，否则的话我们会很气啊，我们也会很沮丧哎，我们在传福音你们怎么都这样子，对吧？我们也会埋怨上帝，是不是？但是我们要清楚地看到，神所要的祭是心灵和诚实，神所要的祭是我他在我们身上得着他想要得着的东西，这个就是侍奉。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侍奉神，在每一天都可以侍奉神，这个就叫做奉献自己，这个就叫做奉献自己。不是讲我们要去读神学，不是讲我们要去非洲宣教，不是讲我们要捐出全部的家产，乃是讲神在我们身上得着他应得的敬拜、赞美和忠心，这个就是侍奉自己。于是我们都可以侍奉自己，因为我们不是自己的人，乃是神用重价买回的人。因为我们曾经是在死里边，在罪恶里边被捆绑毫无指望的人，而如今神释放了我们，我们有了在天上荣耀的盼望。我们纵然身体一天天的衰弱，内心却一天天的更新。我们纵然有很多的疾病和软弱，但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生命却可以更加的像神儿子的样子，这个就是我们的释放。好，我们继续看保罗说，你们要将身体献上。 A， 保罗为什么不讲你们要将心献上，对不对？将你们的心献上。保罗说你们要将身体献上，这个身体代表的是我们现实的、我们现在生活的一切，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身体、我们拥有的一切。大家讲把心献上很容易，是不是？有很多很坏的男人就会讲说，我的心都给你了，是不是？你心给我没有用，你把房子给我好了，对不对？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就是你要将你所有的献上。我们常常很多基督徒有错误的想法，说我将我的来生献给主，我将我的心献给主，那么我的现在和我的身体我还是先自己保留一下。所以保罗会讲说你们要将你们的身体献上，将你的时间、金钱、你的精力、你的身体要献上给主。基督徒绝对不是活在未来的指望、永生的指望。耶稣说信神并他差来的儿子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盼望着百年之后进入到永生，我们在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那一瞬间，我们就已经进入了永生。我们的内心一天一天的更新，我们的生命更加像神儿子的样子。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或者将来我们去到天家的时候，我们将立刻在乐园中与主同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完完全全脱离了我们软弱的身体，脱离了一切一切的软弱，我们将立刻与主同在。而在之后的将来，当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将复活，成为一个荣耀的样式。我们大家很难想象吧，说将来身体怎么样复活。我们以为我们在天国就是扇着翅膀的精灵，没有。神在圣经中清楚地讲到，我们将来的身体是复活。比方说我现在啊，我认识廖弟兄，廖弟兄认识我，将来到了天国之后他依然认识我，我依然认识他，但却不是现在的这个，比方说有白头发的他，有皱纹的他，而是一个完全荣耀身体、永远再无病痛的他，但是还是他。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好比说煤和钻石的区别，大家知道煤块和钻石它们的分子式是一模一样的，可是一个就是煤块，对吧？黑黑的、土土的、软软的，而另外一个就是钻石。大家要有美好的盼望，将来我们的身体复活，就像是煤变成了钻石。我们现在的思想完全不能够想象那样一个荣耀的样子，但是神在圣经中应许我们，将来我们依然是我们，但是却会变成一个完全荣耀的我们，与神同在。
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这个就是上帝留存我们在这世界上生活的每一天。我们绝对不是盼望一个虚无缥缈的天堂，乃是因着我们在世界上每一天用我们的生命来服侍神，使我们的生命更加像耶稣基督。而有一天，什么时候我们会完全的像他，就是当他再来的时候，当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永恒的盼望。所以奉献自己是一种选择性的行动，并不是说我受洗之后这样就好了，上帝就已经在我身上有了救恩，我就什么事情也不用做，就等待进天国。而是我们在信主之后，选择将自己的身体、将自己的双手、将自己的时间、将自己的精力完完全全来为神而活，让神在我们的身上得着他将要得着的东西。圣经中有一句话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将过去，唯有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经历了人生的很长的一段过程，我们经历了人生的种种的时段，我们太知道这世上及其一切的情欲都将过去，因为我们看到太多的东西都已经过去，都已经破灭，都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和痕迹。但是我们看到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今天我站在这里，你们大家坐在这里，这个就是永远长存。教会在几千年的历史经历了各种样的逼迫，经历了世界上经济、政治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摧毁，可是今天无论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一群人在教会中敬拜赞美上帝。无论在世界上任何文化、任何种族、任何境况中，都有一群人的灵魂因着认识耶稣基督而更新。这个就是神永恒的确定不变的痕迹。所以这世界和其中一切的情欲都将过去，唯有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于是最后保罗说，那我们该如何行？保罗说，不要效法，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如何的更新？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而更新。在一切的事上不再为自己而活，一生奉献自己来侍奉神，在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上来侍奉神。一切和主的关系不一致的事情我们要拒绝，一切使我们的属灵生命会熄灭的事情我们要拒绝。在一切的人际关系、一切的社交关系中，我们都要自问，它会使我们与主远离，我们就要远离他。我们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刻来用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标准。好，最后我要和大家分享穆迪的一句话。大家知道有一位神学家叫穆迪，他曾经在上帝的面前宣誓，他说神要用的人不是有才华的人，不是有能力的人，乃是一个完全侍奉的人，愿意奉献自己的人。于是穆迪就在上帝的面前宣誓，他说，神啊，我不是一个有才华有能力的人，我也不是一个很强壮很有体力很有资财的人，但是如果你要用的人是一个愿意完全奉献自己的人，我愿意做这样的一个人。于是当他这个祷告到达上帝的面前，上帝就使用他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今天我愿意和弟兄姐妹们，我愿意鼓励大家，我们一同在上帝的面前说，主啊，虽然我们有种种的软弱，虽然我们的身体逐渐的老去，虽然我们没有偌大的能力，但是主说你要用的人是愿意完全奉献了自己，
我愿意做这样的一个人，恳求你来使用我的一生。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在这样的一个聚会之中，使用你不配的仆人来传讲你的话语。主，我愿意你的圣灵运行在这些你所爱的弟兄姐妹中间，因为你如此的爱他们，在他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赦免他们的罪，并带领他们走永生的道路。今天就恳求你将完全奉献自己的心智放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将自己的身体献上，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侍奉。主，恳求你将这样的侍奉赐给这个教会，恳求你的名在这个教会中，在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得到荣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谢谢大家。谢谢刘传道的信息分析。现在我们来吟唱诗115首，十字架顶耶稣受钉死，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咱要来奉献，而且是会担当。
谢。啊，这段是请咱介绍到报告的时间哈。啊，真欢迎今仔日第一遍，来参加的兄弟，唔知有今仔第一遍来，我叫秀姐哦。第一次来了。哦，谢谢，欢迎，多欢迎哈。这里还有位第一次来。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是常都有新的朋友啊。啊。阮逐个迄个逐礼拜下晡吼，拢有伫遮礼拜啊，啊，真欢迎你咱来参加。啊，第二很感谢哈，今天啊，迄个刘敏传道夫妇哈，啊，莅临本会哈，啊，带给我们很好的信息啊，啊，愿主是这些事工的补偿。啊，这礼拜开始是受难周哈，啊，咱们兄弟啊，应该尽量避免无需要的联络啦哈。来共同纪念咱的救主耶稣基督的事故啊，所以会注意事故发生啊，请咱兄弟来避免心方便啊，甲共同啊来庆祝啊，主耶稣基督有咱的救恩哈啊，会注意就是三月二十七号民主论坛是要请啊，五角界国台啊来主讲吼，万谈台湾的民主运动啊，礼拜是周星志牧师要来主礼哦吼，啊，请咱听到遐啊来收会住宿吼。啊，唔啦，如果诶，组织的礼拜中间要举行圣礼典，啊，有志受洗的兄弟，请到牧师，也是大家长老来报名哈。啊，诶，组织礼拜后要调会员会，请会员备万心。啊，第七点就是慈惠福音团契啊，每隔周的第二礼拜哈，迄个拜二的点播九点到到迄个十点半，伫迄中华中医院的办公室啊聚会。诶，出聚的时间是三月二日啦哈。三月二日啊，顶波啊，咱若开车去的人吼，到一次机会，迄停车坪到啊，之前啊，甲公关要去电话中意人家吼，迄门家己自动开关，啊，内底停车唔免钱吼，放心吼，真方便吼。啊，咱的牧师，临时的牧师是伫休年假吼，啊，对三月十六甲今仔日人年假期间有啥物要紧的代志啊，请甲咱代志张乐又张乐吼联络吼。第九点，台湾人权文化协会啊，伫招待会员吼。那有希望的兄弟踊跃来参加，啊，有志的兄弟若要参加，啊，甲来接受委员报名吼。啊，第十点，台中中会啊，台中一区定伫三月二四礼拜四暗时七点半，伫台中教会举行受难者联合圣餐礼拜，啊，请啊兄弟若要参加，再去到台中教会吼。啊，过来就是我们的报告。啊，顶波的迄、那个顶礼拜哈，是三月十二啊，刚完林静荣老师的小礼奉献哈。啊，剩的咱讲下波迄个后礼拜就要补丁啦哈。啊，有这边要补充的无？啊，啊，无等你再来介绍是才补充啦哈。好，咱来因路变四哈，上演三百九十八首原著，迄个元旦救助耶稣基督，请咱起立来念路变四。愿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公义，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愿圣灵的保守和引导，常与诸位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
电业。这边轮民主论坛时间啊，时间到这边啊。慢慢去，你叫工人们去啊。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大家好。本期春官用华语，换台湾也贵宾调拨单位。我们这个叫公益管理处的啦。公益行动教会已经迈向第五个年度，我们固定不管风雨交加，或是暴风老火了啊，还是寒流，就我们曾经在这个冰箱里面做过三度C啊，比那冰箱冷情一样，在这个做一样。那当然，我这样的人啊，看情况，三五十位，甚至有到三五百位，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整个这个礼拜过程跟后半段完了以后，这些民主论坛，我们有海洋之声这个网络电台又全程录音，完了以后马上就播上网。那在全世界有很多的台侨那你讲特别强调，我们不叫华侨很多台侨，因为那个所谓的，因为现在有点区隔台湾中国一边一国，所谓他们叫中华，那这边叫。那台湾呢，这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那总是还是外来政府，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台侨很多在这个线上都会来跟我们一起做敬拜的活动，但因为时差的关系，那我们这个整个都会存档在海洋之声。如果你在国外呢，点上来往欢迎吉祥海洋之声，马上就可以在包括流传到今天的正道。等一下我们于老师的这民主论坛也对，在这边都保留在上面，可以上几页几点上去可以收到。那我们习惯在这个民主论坛都有唱说民主的歌谣每个月都有一首这是用台语来唱的，但里面你可以慢慢的来听就是很温馨的我们听苏平老师唱，我们唱两遍刷嘞哈，咱要请咱的聊天第一小环境，咱来特别引言介绍今天的讲者请。各位弟兄姐妹们，莫叫来胡言。今天的这个来为我们讲到的刘敏传道，怡杰弟兄，各位朋友大家好。好。这个今天呢，可以说是上帝的恩赐跟安排哈，因为像这样的一个天气哈，一定会下雨。那么我们还是这个到这个时候哈，雨都还没有下来哈。我们这个等一下要留给很宝贵的20分钟时间，那么给怡杰先生哈，那么来为我们
这个分享他的一些经验，为了十字架的这个缘故。于姐先生去年来到我们这个地方，那我去年的6月28号受洗，我在这个地方也非常这个感动的跟各位弟兄表白。我因为这个信奉上帝的缘故，那么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受洗哈，但是因为受他的这个感动，那么我就毅然铁然的这个受洗哈，那么未来也还要走一条那么为上帝侍奉的这个道路。那么第一次我听到刘敏传道的一个正道，特别是今天两次哈，早上在赞美教会他讲的也非常的生动。我认为如果一些这个还没有受洗的这个弟兄姐妹哈，那么听了他的讲道应该会有所感动哦，那么来考虑到这个受洗哈，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的传道人。那么怡姐他是一个非常坚持，那么非常爱台湾的文字工作者哈，他现在已经著作等身40几本书，最近的一本书哈，我们也希望等一下事后，那么大家这个有这个阅读需要的时候哈，可以购买来看。他写的第二本是《民族地图》，那么就是一本可以说是左遍台湾，跟台湾哈这个民主的一个经历有关系的哈。那么一本哈这个记录哈，那么可以说是比我们台湾人更了解台湾，那么比我们台湾人哈更热爱台湾哈，那么值得我们借鉴也希望哈我们这个可以沿着他的这本书哈更加深入的哈来认识台湾。于姐先生现在是流亡在美国哈，那么他明年的3月哈中国给他的护照就要终止了，那么他在中国民主化之前哈他也发誓过哈不愿意再取得中国这个护照，那么作为一个哈前身的一个自由人，那么他希望以他更多的文字，那么更长的一个写作的道路来唤起哈那么人类哈善良的这个灵魂哈可以来抵抗那么像中共这样的一个强权哈，那么争取到人权的一些保障，以及我们人类哈所应该有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权利哈。那么今天他要来为我们讲的是为了十字架的缘故哈，那我们现在就用很热烈的掌声哈，然后哈讲就是热烈的啪啪改欢迎哈，好，谢谢。上帝要给个面子。弟兄姊妹平安，他非常高兴，第二次再来到台中的福音行动教会，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敬拜的形式，直接面对上帝所创造的这样美好的这个天主来敬拜。而在那中国也有一个教会是在这个冬天那敬拜是北京神王教会。他们不是那自己选择，他们是那被动的。他们在那5年以前，他们本来在北京那个海淀区、那东关村的那地区是北京的那硅谷，他们集资了2000多万的那人民币来购买了那写字楼的一整层楼。他们有2000多位那会友准备在这个写字楼里面，那个开始他们的聚会。结果他们的所有手续都已经办完。但是中共的这些行政部门他知道以后强迫这个房地产商撕毁这个购房的协议，然后不准房地产商把这个钥匙再交给他们。所以他们虽然自己摆了教堂不能进去那聚会，所以他们到像这样的一个公共的一个地区的一个公园里聚会。我们知道北京是冬天那非常寒冷，零下有10几度，然后那个大雪漫天的时候，他们也在郊外，在这样的户外来这聚会。到现在为止，他们坚持了5年时间，不断的受到打压。每一次他们的聚会，那些警察就会有10几辆这个大客车开过来，然后把外面这些聚会的这些会友一个一个的带上车，然后再按照各自的身份证
那个登记，你是什么部门什么单位的，你是一个学校的这个老师，把你送到这个学校去，让你的这个学校的校长来这个处理你，施加压力。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知道那今天还没有最起码的人权保障，人权保障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那宗教信仰的自由。而且习近平上台以后，这三年以来对那基督教的这个迫害可以说是文革以后到了最严酷的那程度。这可能跟我们台湾的大部分朋友，我们认识的那中国，我们认识的那习近平的那个印象完全不同。因为我这几年到那台湾访问，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我发现大部分的台湾朋友对习近平的那评价是很正面的，反而是在那中国，大部分中国的那普通民众，我们都知道习近平是一个大独裁者，都知道习近平现在在重新的学习这个毛主义，希望来做这个毛泽东这个重新掀起一场像这个文革一样的这个运动，他对内的集权，对外的这个扩张都到了一个顶峰。但是很奇怪的是，大部分的那台湾人对这些危险、习近平的这个暴政没有任何的这个认识，这就跟台湾主流媒体的那报道的偏颇的扭曲的报道非常有关。前天我跟那蔡长老我们在那中兴大学对谈的时候，蔡长老也特别强调到这样一个那问题，虽然台湾是有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的这个社会，但是台湾对于那中国的这个报道并不是那完全那自由的。当然我们不用说像那中国时报、像联合报这样一些，我现在不说他们是蓝色媒体，而是粉红媒体，是像那中国时报基本上是中共的北京的人民日报的那海外版。所以我想稍微有一点思考能力的台湾朋友不会去看这些媒体，不会去相信这些媒体的报道。但是另外一些所谓的财经类的媒体，所谓的更加客观中立的媒体，像这个商业周刊、像天下、像远见等等这些媒体，我觉得他们所形塑出来的一个习近平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然后他集中权力是为了改革，然后他也长期在这个福建任职，所以他很了解台湾，所谓的中共建政以来历届的最高领导人中最资台的一位领导人，所以似乎对台湾要很友善，但是实际上的情况完全相反，就资台并不意味着亲台，并不意味着对台湾人民用这个著名自觉的这个原则来选择自己的那生活方式，选择自己的那国家存在的那方式的这样的意愿和那个人权有起码的同情和尊重。所以习近平上台以来，我们看他对那国内的对那中国国内的那残酷的这种打压和控制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对那基督教的那迫害。而对基督教的迫害里面，他所选择的一个试点就是浙江省。我们知道习近平在做最高领导人之前，他曾经做过浙江省的最高领导，做过浙江省委那书记。而他选择浙江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浙江省是这些年以来中国基督教那发展最迅速的那个地区，而浙江省的温州市被称为是中国的那耶路撒冷，温州市的基督徒的这个数字，这个比例已经到温州人口的15%到20%，这个在台湾完全都没法比。台湾我看到最近的一个统计数据，那台湾的基督徒的数字好像只有3%、4%，那非常低的一个数字。就台湾虽然这个民主化这个30年福音并没有广传，这个我想台湾的那基督徒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一些那思考。所以在这个温州的这个、以温州为那中心的这个浙江省全省展开的新一轮的那宗教迫害，在过去的2年多的那时间里面，有浙江省一个省就有200多家教堂被暴力拆毁，
有2000多个教堂的那十字架被那拆除，然后他们制定出一个新的所谓的这种非法建筑的一个管理办法，就是说他们说按照教堂跟十字架的这个大小的比例，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大小不能超过那教堂的这个大小的这个高度的十分之一，所以他们把很多超过十分之一的这些十字架全部那拆除。嗯，在海外媒体上的一些报道认为，就这一场的这个运动是因为浙江省的省委书记夏宝龙他来做的，但是说这夏宝龙有一次到温州去那视察，他的车开下高速公路，发现那一路上全是那教堂，几百米外就是一个教堂，然后高耸入云的十字架，他就很生气的说，现在统治那中国的究竟是那共产党还是那基督教，所以才开始有这一场的那运动。但是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这个夏宝龙这一个浙江省的这个封疆大吏做的，因为夏宝龙是习近平的心腹，他这样做显然是投习近平所好。如果习近平不是这样一个很强权的打压这个出版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和那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这个领导人，这夏宝龙他绝对不敢这样做。所以他知道这样做是一个交给习近平的投名状，所以我看到最近的报道说马上他要会被提拔到这个北京去做市委书记，然后他就能够进入中共的这个政治局，成为那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这个层级。所以他通过打压这个基督教，通过那宗教迫害的行为来获取一个他升迁的一个保障。而习近平为什么要迫害那基督教？其实在文革结束以后这30年，基督教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当然也时不时的受到那迫害，但是没有，这30年以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以运动的那方式全方位的一个大规模的这个迫害。那我想跟习近平的这个个人、跟他的性格、跟他的履历、跟他的整个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有直接的那相关性，也就是说他想回到毛泽东时代，他想成为毛泽东这样一个帝王。所以我最近的一本写习近平的那新书，我的题目叫书名叫走向帝制，他要成为一个没有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实的这个领导人。所以他要像毛泽东一样，就是说不仅掌握最高权力，他还要当这个人民的导师，当这个他还要树立他个人的这个偶像崇拜。所以他要重新掌握这个意识形态的那最高的这个控制权。因为我们知道在毛时代就是毛泽东他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有他的那个毛泽东主义、毛泽东那思想。当然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东西，简单的说他就是这个阶级斗争，就是暴力革命。而到了文革结束以后，毛泽东思想全都那破灭了，这个时候怎么样来重新凝聚那民心？我们知道到这个邓小平开始掌握政权以后，邓小平的那执政方式就有所变化。邓小平的这个理论是什么？我把它有一个很幽默的那概括，邓小平的理论叫猫嫩和摸嫩。所谓的猫嫩就是邓小平的一句名言，说不管白猫黑猫，只要逮到耗子逮到老鼠就是好猫。所谓的摸嫩，邓小平的另一句名言说摸着石头那过河。所以这是赤裸裸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的那思想。所以他所谓的叫发展就是硬道理，然后让一部分人这个先富起来，就是给人民可以通过
你可以做点生意，可以发财，可以那致富，然后让经济发展变成中共统治的唯一的那合法性的和源泉。所以把人的这种对财富的这个欲望给释放出来，这就是邓小平的这个理论，邓小平这个权力控制的这个秘诀。然后到了江泽民时代，江泽民怎么做呢？我们知道，就是江泽民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叫这个三个代表。这三个代表里面有一句话是说，共产党要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三个代表理论，它试图填补的是，中国当下的现实跟马克思主义这个原教旨主义之间的一个巨大的落差。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按照这个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理论，共产党应该是以工人和农民为他的根基，是代表穷人的这个利益，他们是一个左派的那思想。但是中国现在的现实，中国是权贵资本主义，200个这个太子党的家族掌握了中国的80%以上的这些财富，这些经济的命脉。所以这个跟那个马列主义就是完全不一样。现在西方的那些跨国资本跟那共产党的那勾结是最紧密的。所以呢，我想如果是那马克思如果今天从坟墓里面出来到中国一看，他会被活活气死的。这样一个共产党根本不是那个共产党嘛。怎么样的来填补这样一个巨大的错位。所以那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提出共产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什么是先进生产力？就是商业，就是那公司贸易，然后就是商人、那资本家、企业家，包括这些技术的这些专业的知识分子，比如说这些现在做网络的这些精英，这个马云，这些房地产商，这个王健林等等，这些人是那个先进的生产力。所以所谓的三个代表，其实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资本家也可以入党，就是让资本家也来加入到这个共产党里面。所以他就用这样一个理论来消除中国的现实跟马列主义的这个原教旨主义之间的一个错位。然后再到了胡锦涛时代，胡锦涛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工程师，水利工程师。胡锦涛和那温家宝那搭配的时候，胡锦涛是那水利工程师，温家宝是中国地质学院的，学研究地质的，研究这个探矿的。所以当时有句笑话叫中国是水主席和这个地总理。所以他的工程师的这一面是他，胡锦涛提出的他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这个跟他的那工程师的身份很契合。所以我们看到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三代，他们都是一个很功利主义的、实用主义的这些理论，这些理论没有办法像这个毛泽东思想那样来，具有一种刺激人的这种浪漫主义、这个理想主义，让人全身心的投入其中。但是到了习近平时代，他不满足于这样的情况，他提出所谓的中国梦，然后提出要在中共那个见证100年，2049年，然后使中国成为实现所谓的中华民族的这伟大复兴，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当然所谓的要统一台湾也在他的这一个广阔的广大的这一个那计划和这中国梦的这里面。所以他的那中国梦里面，他要重新成为人民的这个控制人民的那精神，像那个希特勒一样，像毛泽东一样控制人民的那精神。所以他就要把这个基督教作为他的那敌人。他看到基督教这些年在中国的迅速的那发展，现在有很多不同的那统计数据那出来，那 BBC 那去年发表的一个统计数据说，中国基督徒的数字已经超过1亿。当然那个中国去年社科院中国官方智囊发表的那白皮书说只有2000万，但是我觉得比较可信的是美国的普渡大学那个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他们发布的调查报告是6000万左右。
也就是说现在到了百分之五，中国的那人口的百分之五，按照这样的快速的成熟度那发展下去，我想未来十年中国会超过德美国，成为那全球第一大的那基督教的这国家。而且不仅是那个人数的那份的发展，更是基督教的那信仰，也由基督教的信仰生发出来的这些价值，要深刻的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变化。比如说那人权的那观念，我们知道为什么东方文化或者整个华人社区这个文化圈里面一流诞生出西方的那人权观念，因为我们是那儒家文化。台湾我们知道，虽然台湾现在民主制度已经建立，但是在文化启蒙，台湾的文化启蒙精神解放还没有实现，这个儒家文化的阴影仍然笼罩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头上。所以去年我写一篇文章讨论到习近平江宜桦林佳龙三个人的儒家文化的这个观念。我们知道如果从政治的这个立场来说，这三个人截然不同，一个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一个国民党把政府时候的行政院长，一个是那民进党的这个台中市的这个市长，大家的这个父母官，这父母官这个说法也是从那个儒家来的，这个西方文化中不会有这个父母官的这样的看法。所以他们其实政治立场可能不一样，但他们的文化立场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个儒家文化。所以那江宜桦在太阳花学运以后被迫下台，那个作为那个替罪羊下台，他到香港去做讲演，说台湾社会现在最需要的是那个儒家文化，要台湾的自由太多，没有秩序。然后江宜桦的讲演刚刚完了以后的没有几天，这个林佳龙在这个台中那个掀起了这个读经运动，这个读这个儒家经典的这个读经运动，然后说这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然后由家长来那个接受访问，说让这些小孩读经非常好，我们的小孩就能很听话了，就不会有这个太阳花，不会有反课纲，学生就不会那上街。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是仅仅是那个听话的小孩吗？还是我们的小孩是那个热爱自由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觉得那个在华人社区里面，华人整个华人社群，整个东亚的这个文化圈里面，这个儒家文化的这个专制主义还没有那去除，所以这是未来台湾我觉得还要做的。而真正的那个人权观念是从那个西方文化，特别是从基督教的信仰中来，因为我想我们相信人是上帝所造，我们那相信人的身上有上帝的气息、上帝的形象、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尊严、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由都是不能被另一个人所剥夺，甚至也不能被政府那个国家所剥夺、所残害。所以那人权是那个最高的那价值，在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所以这是那西方社会，特别是近代以来那宗教改革以来，那个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宗教改革以来，这个有在这个人权的这观念之上，我们后来才慢慢的那生发出民主宪政的这个传统，这三权分立。因为我们相信人是上帝所造，然后人都是罪人，所以人不能够一个人不能够掌握所有的权利，所以权利要分割和制衡，所以才会有那三权分立，才会有宪政的这整套的制度的那设计。所以我想未来十年，如果是中国基督教这样迅速的发展，必然会那影响到中国人民的这个民主人权的意识的一个觉醒。所以这也是习近平最害怕的一个方面，所以他现在要在浙江作为一个试点来迫害那基督教。当然现在还没有全国那展开，但是我想它是一个很大的计划的一部分。他觉得浙江是基督教最强的地方，如果浙江对基督教的打压能够成功，他
向全国推广就很容易来这个展开。但是我们看到他最近这三年以来的这个打压，表面上看很成功，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基督徒的那个奋起的这个反抗，可以说像水滴石穿一样。那而且我们看2000年大公教会的这个传统，我们看到那教会越遭遇那逼迫的时候，是越发展越兴旺的那时候。我们看台湾长老教会的那历史，也可以看出来，在当年白色恐怖时代，在那台语的圣经被这个没收的那时代，是那长老教会最快的那发展的时代。现在那民主化以后，反而那个福音的传播变得缓慢了。所以包括一个新的现象开始在那中国教会那出现，就我所谓的城市新兴教会，然后有大量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那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然后大学生，他们开始被上帝的道，被圣灵所那感动，他们那个受洗成为那基督徒。所以这一批城市新兴教会成为中国未来教会的，我觉得中间的这力量，然后他们也积极的介入到这个社会的那生活的各层面，就是包括那个社会公益的那坚持之中，所以他们也为社会的这些弱势群体来这个发声，就跟贵教会说那个。这个标语上的这一句这个经文一样，就是公义不是说出来的，公义是行出来的。就我特别喜欢你们教会的名字公义行动教会，不行动的公义就不是公义，不行动的公义就是一个谎言。而这恰恰是我觉得整个华人教会，包括我在这个美国也从东岸到西岸走了，到过很多华人教会去访问，我觉得这是华人教会最缺乏的一个方面。我们华人教会特别会讲到爱，讲到上帝的慈爱，讲到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不太喜欢讲上帝的律法，不太喜欢讲上帝的那公义。而实际上律法和那恩典，慈爱和那公义是一枚硬币的这个两面缺一不可的。正如圣经中所说，公义与慈爱彼此相亲。所以大部分的华人教会，他们会把上帝的这个真理片面的那接受，只选自己所喜欢的那一部分，然后只讲上帝的爱和那恩典，很害怕上帝的律法和那公义。而实际上那公义是我们信仰的那核心，如果抽去那公义以后，只剩下所谓的爱，那有可能就变成中国那基督教的那个华人或者中国的这个民间宗教化，那就变得跟那慈济，变得跟妈祖拜关公拜财神没有什么差别。我在台北也去过一些，也了解过那一些非常灵恩派的或者成功神学的那教会，所谓的信耶稣得钻石，信耶稣以后就有一堆钻石那从天而降，这样的那信仰，我想显然是跟那个上帝的道跟圣经的真理是那背道而驰的。所以我想尽管我们那面对着这么多的在中国面临着这么多的那逼迫和那压力，但是那上帝用他的这个恩手抚摸着那中国这一块那多灾多难的这个土地，使得中国成为福音过去20年里面福音在全球发展最快的最快的那个区域。而有了基督教的那中国的民主那转型，和没有基督教的那民主转型完全是那不一样的。如果没有那基督教的这个发展，如果未来5年那10年中国共产党那这个政权崩溃，我想又会陷入到中国2000年的这个朝代更迭的这个传统血流成河这个冤冤相报，然后
一个农民起义的这个领袖出来，这个取而代之，他成为另一个王朝的这个暴君的这个开始。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两千年不断的循环。但是我想，如果有基督信仰，如果有六千万、一亿甚至两亿的那基督徒在那中国，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活出上帝的公义与慈爱来，那么这一场的这个转型，我想就是因真理得自由的那转型，那个民主和那个人权的制度就会在中国那建立起来以后，我想那样一个美好的那中国也必定能跟那个自由的台湾，我想成为相亲相爱的那兄弟之邦。所以那我在这里也特别的向台湾的那弟兄姊妹们那呼吁，要来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思考中国，分析中国，同时特别是要教会的弟兄姊妹也要为那中国的教会，来那些在患难中在那逼迫中的中国教会来这个祷告，来守望。因为我们要跟那捆绑者同捆绑，要跟这哀哭者同哀哭，而不是跟那权力者站在一边。我也看到有一些台湾的那教会开始跟中国的官方教会那三支教会那合作，去年在台湾有盛大的两岸宗教论坛，然后中国的宗教管理局的那局长、三支的那些高官显贵到台湾来，受到很高规格的这个待遇，然后有几个很大的台湾的这个教会的这个代表人物跑去那个参加。他们一方面在做这样的所谓的两岸宗教论坛，实际上是中共的统战政策的一部分，完全他们忘记了中国还有那么多的弟兄姊妹因为信仰的缘故在这个监狱里面这个受苦。所以我想，如果有我们有这样的，因为我们有同样的信仰，同样一位天父，我们在地上才同为这个弟兄姊妹。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我们知道有所谓的结拜兄弟、结义兄弟，这个我们看《三国演义》知道，这个桃园三结义，这个我们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是我们要同年同月同日死。但是最后我们发现这些结义结拜兄弟全是假的。我们也看了很多武侠小说，那些江湖现在的那些警匪片，那些江湖的那些电影，所谓的这种兄弟情谊是假的，只有我们那基督徒的兄弟情谊是真的。因为我们有同一个天父，我们才有超越于血缘之上的这种弟兄姊妹的爱。所以我想我们无论是那个中国的、台湾的，还是那海外的那基督徒，我们要有更多的属灵上的这个连接。我们在面对着那些黑暗的、邪恶的那势力的时候，我们要把那这句话，那个圣经的这个教导，我们行公义的这个教导，那个在我们身上，像我们像这个光和盐一样，来活出这样的那见证来。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各位弟兄姐妹们，虽然这个雨都有陆续在点点滴滴下哈，但是还是很眷顾我们哈，没有下很大。那么刚才雨姐弟兄说了这个话哈，我们有一点这个分享哈，只要雨还没有下来，我们 Q&A 继续进行哈。那么我们有一点我有一点小小的感想哈，就说中国这个对基督教的这个信仰，最近我在网络上哈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说习近平那么希望哈在中国大陆哈大量的推展基督教，因为他认为这样子哈才能够跟西方世界接轨哈。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的基督教啊？这个就让我们很纳闷，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基本的这个精神就是无神论。那么他所有的这个信仰哈，包括以前的孔子也是因为这样，不能超越领导人，
跟不能超越他的这个领导机构啊、哦，所以以前是逼拱扬请，那现在是要利用儒家这样的一个啊、哦、限制啊、哦，所以他呢把孔子又拉出来哈、哦，那么现在也要建立所谓中国式的基督教。换句话说，中国式的基督教就是在共产党体制之下，在他的领导人之下的一个被说服的，或者是一个哈、哦，那么啊已经变了这个子的一个基督教，那绝对是跟我们哈、哦，那么侍奉上帝哈、哦，那么甚至在这个基督教的精神里面有所谓爱人权啊跟公义的这个精神背道而驰哈、哦，所以我是觉得哈、哦，我们。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哈、哦，不要被中国哈、哦，甚至这一些哈、哦、领导人堕惑了、迷惑了哈、哦。那么现在我们要应该可以了，还不没有下了哈、哦，没有雨还没有下，要进行 Q&A 哈、哦。这个哈、哦、啊，先介绍这本书哈、哦，这本书哈、哦、就是《民主地图》的第二卷，第一卷啊已经发行哈、哦，那么这是最近出版的哈。哦我也走你的路啊、哦。换句话说，我们有很多哈、哦，台湾这个民主的这个一个过程里面哈、哦，有很多的景点哈、哦。那么在这里面哈、哦，那么有很多先贤的奋斗的这个经过，介绍这个封面。这个封面，这个一双鞋子哈、哦，是陈定南的鞋子哈、哦，请他破回你哈。哦我们几乎在从政的人物里面哈、哦，已经不做第二人了啊，只有蔡元宪，蔡元宪鞋子也有穿破的，他的背包破掉了，这是第二人哦，干够他背包都破了哈、哦，所以是一个非常哈、哦、坚持，一个非常哈、哦、那么简朴的一个哈、哦、民主的一个工作者哈、哦，那么这本书哦，证明怡姐哈、哦、对台湾深入的了解，也证明他对台湾的热爱哈、哦，那么。可以说是内容非常精辟哈、哦，那么这个重点是，我虽然写了三行哈、哦，对他的推介了哈、哦，我写了三行对他的推介哈、哦，我是觉得哈、哦，他站在基督徒的这个立场里面哈、哦，那么来推展台湾哈、哦、这个民主运动，我觉得哈、哦、非常的感动。那我们这本书哈、哦，等一下，这是把。这里打八折嘛，八折的话就是8216 8283，350嘛哈、哦。好，那志美兄，这个由你负责，我们不要让书再带回去了啦，你就全部负责。好、哦，有没有要 Q&A 问那个，或者是我们请长老再给我们训话一下？长老蔡长老，你不要讲像中兴大学那么久，你中兴大学讲40分钟，你现在讲4分钟就好哈。哦我要切了哈，他那个坐下去，听我签名，好吧，先签名哈。今天呢，聆听了那个刘敏哈，传道的讲道哈，我是蛮感动的哈，刘姐那个怡姐呢？我在几天前在中兴大学在演讲的时候，我也认为说于姐呢，她是中国良心的作家，一般好中国共产党的还乖，她叫赵春啊，离开中国到美国来，所以在中国共产社会那样的压迫宗教。压迫基督教的那样的情况，老实讲，要有勇气，要有勇气。好，所以这一点，安尼好不？我在讲说龙脉北切，安尼不礼貌，我不讲了。怎么样？会吧，会吧。好，那其他的朋友有没有在要去远接的？有没有？我们这个对蔡长老哈、哦，那么表示歉意哦，因为我们弟兄了，大家都可能哈、哦，这个在一起啊太熟了哈、哦，所以这个有一点这个羞愧客羞气了，我们台湾话哈，拍谁拍谁啊那哈，哦，你哎。好了，对不起，对不起。
好，那有没有其他朋友要再发表意见的？哎，提供你不是画了一张那个图吗？要给送给易先生。好，来，来来，你要不要想讲话？那就是。哎，我昨天有在那个汪春东听到那个快耀中在跟他谈，我听到很感动。我是想说问一下尹大伟说，一般来讲，我们在世界各国的教会几乎在都比较富裕，那么常常说，哎，宗教是一个政治的手脚，所以最怕是这样。他大概有点出来，也许大家会知道啊。我是神给我呼召，我从第一次的 YMC 的总干事台中就是住院，那那时候我就接触到台湾的各教会的牧师，那么我曾经邀请他们到 YMC 来交流，但是有一些教会他们就反对他来。那我现在很希望到每一个教会去跟他分享，就是我的这个 responsibility， 是我的责任啊。因为我站在艺术的立场，多元有机艺术，我认为红城黄丽兰电子啊，我是含有之声，多元已经也是光顶的主持人讲这样，所以安定五年啊，两季度另外招这个听出来的是讲，上我们的天父，我们上帝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常常有很多 bridge 桥梁来沟通。让我们快一点能够进入这个我们的千禧年，好，那么我们的这个社会世界的真正和平。感谢我们这个一姐先生哦，弟兄跟我们分享，谢谢。好，啊，其他的朋友还没有？没有的话哈，我们今天的聚会哈也到这个地方结束哈。那么很感谢这个刘敏传道还有怡姐弟兄哈，那特别对这个蔡长老表示歉意哈，拍谁来你安尼好啊，遐弄兄弟安尼哦，对，哦，啊，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签书了，可以开始签书了，好不好？好好好，好啦，你那铁铁青的你那铁啦。好啦，这个时间咱要来享受啊，咱在咱备办的这一路点心的食物哈，那先来献出咱的感谢。今天晚上在哪里？啊，今天晚上在东海区。哦，他会自己去，那我们有十分就好。来，请咱安静咱的心哈，先来背诵的，我感谢你，下晡时间，予我有真好的机会啊，对于怡姐弟兄啊，刘敏传道。得到真好的信息啊！这个是阮要来享受这个好食的物件，予阮才有真好交易的时间。我嘛将下晡时间啊，拢献就感谢特别上帝的面前。啊，你感谢基督奉靠耶稣基督的名，谢谢。你好，你好。阿伯，这个对啊，阿恁个哪个没有？恁哪会都参加听那个中年选举的话，可能还会有。他的干部，你要组织这个餐宴啊！你们各组的两个人要退出来，再下一圈，下一页，下一页，都要好，哎，下一页都要好。